都唱一首。好不好？好的。解决的，咱就不唱了。嗯，说话都解决不了了，写也解决不了了，咱们就唱，是这个意思哈。好的，送个肩。小舌头嘛啊，嗯，至少要抬起来，好吧？嗯，哎，好的。因为唱歌是一对多，是一个人对很多人，这些人还很远，所以你要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一定不是一个咱们生活中说话的状态。嗯，啊，好的，再来一遍啊，稍微夸张一点，你觉得有点夸张，实际上站在台上正合适。自己来了，做大状态，你离我很远啊！你告诉我这个歌怎么什么意思？对着我一个人唱，好不好？嗯、我后面还有5000人都在听，啊，走。这是你今天
你第一次录像，嗯，今天是第一次录像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放开啊，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声音那个混合声挺好的，这种声音已经不是纯真声了。按理说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没上几堂课，他就很多真声，他现在这个真假声混得很好啊，大胆的唱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得布置另外一首歌啊，布置另外一首歌。